我真的也被这个品相给打败了。我左看右看，我当然知道这个是湿纸巾啦、啊，但是我本来一直都看不懂，结果它是苏煮巾啦、啊。台湾国语版苏煮巾，哇，被打败苏煮巾。所以这个算是文创吧，台湾文创。我是快被笑死，苏煮巾。哎呦，我无法秒懂哎，不过我也学到了。